他也展现善意的，只投票而已，不参加大会，那行使他党员的权利。陈前总统大概下午3点会来，那他也表示善意，他不参加大会，只来投票，所以并没有说党团或是中间阻挠他了，只是侯部比较担心这个问题。当然，我认为他也展现善意的，只投票而已，不参加大会，那行使他党员的权利，应该有解释空间。总统如果这时候把他抓回去，你觉得他这个时候要来投票，然后讲这个话？应该不会啦。我刚才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有解释空间，好，因为他没有参加全代会嘛，他只投票，况且他过去在一般选举上也投过票，这个应该大家用比较宽广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事情，应该是 OK 的。